我的老公超帅，笑起来是超帅，牵我手是超帅，摸头杀是超帅，我的老公最棒，是我崇拜的对象。感情吧，至尊宝。干嘛那么认真冲动呢？姻缘呢，上天安排的最大嘛。你管他那么多，上天安排的最大嘛。我在你晚点遇见你没有关系，但愿余生都是你。我知道你喜欢大美女，可是请你看我看仔细，其实我是超级耐看型，我的脖子是故意有点歪，我想这样看来比较可爱，我的眼神一点也不怪，只是放电的速度上。 You're beautiful。 阿拉桑。 You're beautiful。 阿拉大姑。 You're beautiful。야시끄러닥쳐姐姐听说你单身，那我能聊你吗？要说些甜言蜜语和小套路吗？小姐姐听说你单身，那我能加你微信吗？我想要给你我的 heart。 减肥是不可能减肥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减肥的，运动又不会做，只有躺床上才能维持得了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女娲的后人，如果这条视频你给我点赞了，我就给你捏个对象。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便宜，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。姑娘们，你们知道女人最迷人的动作是什么吗？咬嘴唇。你们会吗？会。那咬一个。不对，是下嘴唇。你完蛋了，你爸让你娶我，你妈也让你娶我，你妹说如果你不娶我就把你给打一顿。缘故？没什么缘故，只是我见你生得好看，闻着香甜，便心里欢喜，你若多来一时，我便多欢喜一时。谈恋爱吗？但是如果你不娶我的话，我就嫁一个跟你同姓的人，然后生一个儿子叫你的名字，当不了你老婆，我就当你老娘。你谈吗？我喜欢海，可是我不能跳海。我喜欢你，可是我也不能一直不要脸呢。你话中意听我讲白话，你话中意听我讲八卦，你话中意我，我都中意你。